而且现在是马上旺，为什么马上旺？因为首相是马哈蒂，副首相是旺姐旺阿吉扎，马旺佩，所以是新年新希望，马上就会旺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国家，坦白讲啊，你问我，我都好攰啦，我已经好攰啦，系咪？我拉咗十三币，啊，我已经真系好攰好攰。後面個馬打佬，聽日冇拉我，你翻屋企瞓覺先。啊，你哋可以唞啦，冇家冇阿老温攞嘅，唔使嚟急住我哋。去到邊度就急向邊度。啊，阿尾啊又嚟抽屋企，我老豆嘅屋又俾佢抽，我嘅女都唔放過。我係好攰啊，同佢講。呢位林國祥唔攰咩？我睇到佢，我去屋企睇佢嘅時候，真係好同情嘅。但係點解？點解仲有人唔醒嘅？我唔知道。你問我，我真係唔知道我點樣再講落去。到今時今日都仲有人，你見佢喺 post office 登記投票，好似攞佢攞槍咁樣去逼佢投票。自己嘅國家都自己都唔愛關心，所以大選隨時會到。頭先交和講100日，照我睇唔會60日。4月解散，5月投票，希望大家早好做好準備。大家幫我哋做幾件事。第一，食團年飯的時候，阿伯同你的子子孫孫全部講，食完團年飯，5月投票，再回嚟睇阿公、睇阿嫲，回嚟睇阿公阿嫲之後去投票，投火箭，愛改變。